Sakura 市喜连川地区的温泉有滋润肌肤、改善肤质的独特功效，被誉为日本三大美肌温泉之一。这处もとゆ温泉有效成分含量尤其高，而且每月26日的温泉日还会放入柚子、黄瓜等果蔬，打造出有趣又富含维生素的瓜果浴。欢迎想体验日本温泉的朋友来试试看。